购玩物了啊，买了一瓶可乐，家乐福的可乐，然后还有一个果汁，是葡萄汁，加一起是10块钱人民币，啊，都是打折买，真他妈便宜。这还是市中心，我操！哎呀，又见此楼啊！我在想，是不是应该绕到楼那边去啊？看一下那个楼，这边已经没什么可逛的了，我觉得。现在下底下看一下，这面你看还有这种专门走自行车的这种地方，或者是这个轮椅者也能走，非常的高端，处处体现出来一种人性化的设计。应该是在这面过去，我觉得。那好黑啊，这里面那个光照不足啊，看来。来，现在亮了。这是美甲的，美甲。那个罗玉凤凤姐不就是在那个美国的那个做那个美甲吗？工作好多年了。啊，这就是那个 century 这个词。虽然我不认识，但是我能猜出来，大概就是中央的意思啊，应该是前面吧，我觉得。看一下，哎呀，波兰这个地方竟然没有要饭的，在这种地方一般都是要饭的会聚集的，但是这边没有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被强制遣散了，还是说福利太好了。这是一分钟购物啊，这是地铁站了 ，shit， 好像不对啊，这边到地铁站了，还是好像该出去了，嗯，还是应该从刚才那地方上，这边是地铁站。哎呀，我这一拿摄像头，好多人能瞅我，让我很尴尬，嗯。